小米酒，饭好了，吃饭啦，爸爸在喊了，快点，只顾着学习了。还有瓶子吗？快点咯，饭凉了，我去吃咯，吃完再学行不行？一，你眼睛离远一点。三，感觉才吃了早饭，这中饭又来了，过会儿鱼凉了就不好吃了。我想坐在凳子上。你坐那儿，爸爸坐哪里呀？哎，哎，真好啊。是因为我坐在上面不稳劲呀。爸爸在家就是好啊。我想吃鱼。我给你弄，我给你弄。想吃有刺，我给你弄。我都不用做饭，都是米酒爸爸掌勺了。我要把你敲那灯棒。让爸爸自己弄吧，你不会。我会。今天爸爸炸了带鱼，嘴张着在那儿等着呢。大口大口的吃呢，小口小口的吃嘛，小心有刺的。妈妈，什么是变色的糖浆？糖浆，变色的糖浆，就是会变颜色的一种药水吗？是的。慢点吃啊，小心有刺啊。奶奶，吃高兴了是吧？很好吃，对不对？对。嗯，爸爸做的这个挺好的。快放着，放着，我给你弄吧。我帮你弄，不需要你弄。我帮你弄，我帮你弄。好好，你松手，我放了。非要帮爸爸挑鱼，看看这小棉袄。你看我是这样弄的吧？对，把边边的小刺先弄掉。弄好了，给我弄。我想吃。你不是给爸爸挑的吗？我弄给你吧，我弄给你。我鸡蛋要吃啊，我们小米酒喜欢吃肉吃鱼吃虾，喜欢吃好的。我不欢吃坏的。妈妈，然后自己用这个不保温的杯子吃饭哦，然后我都用这个不是新买的杯子吃饭。杯子是喝水的，怎么是吃饭的？我都用这个杯子吃喝水咯。妈妈，我是哄自己睡觉的。哦，还要哄弟弟睡觉啊，你太会照顾人了，又是帮爸爸挑鱼，又是要哄弟弟，是吧？这一口一个弟弟，还不知道是弟弟还是妹妹呢，我们小米酒就确定的说是弟弟。小米酒，要是生下来是妹妹呢？我也喜欢她。哦，挺好的。妹妹都喜欢，是不是？对。就是要这样啊，妹妹也好呀，妹妹也陪你一起玩，跟你一样穿漂亮的衣服，是不是啊？我帮她买一个衣服，然后打扮呢。哎呦，你看看，这处处都是小姐姐的样啊。她前段时间跟我在外面逛街，她还说给我要买漂亮裙子呢。我们家小米酒以后长大肯定会很孝顺，是不是？爸爸喜欢女孩的话，你喜欢自己？我都喜欢。然后我喜欢妹妹，妹，爸爸喜欢我的话，我们大家都喜欢谁谁谁。哦，喜欢谁？哦，我懂你的意思了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啊？别光吃那个，给他弄点鸡肉丁，热的吧？还炒的一个鸡丁儿。爸爸，你再帮我挑一选一个鱼吃。你先吃点饭，再吃鱼。我想吃这个带鱼。你想吃哪个？我想吃这个，那个跟后面的那个小广场呢，那个小朋友一起吃玩游戏的那个骑特比赛的那个，跟我是吉米，我跑得最快呢。哦。我都是吉米呢。你厉害了。那面的我都是吉米呀。我也吃了两条那个带鱼了，我胃口好像有一点恢复了，是不是？以前强多了，哎，现在好像一天吃的比之前多了。而这三个带鱼谁吃呀？我和爸爸还有你分享的吃，一人一个，是不是啊？好，这个有点干，这个是爸爸的，这个是你的，这个是我的。爸爸的为什么要分给他一个干的呀？是因为我嫌的干。你嫌咬不动吗？你从大小分呢？哪个大哪个小？你看看中间的这个大给谁啊？
给爸爸。好，这个呢，这个也大一点给谁啊？给你。给我啊？那这个小的给谁啊？给我。还知道自己要吃小的是吗？嗯。没事，中间的这个胖乎乎的给你吧。刚才我吃那几个。刚才你已经吃了两个了，这是第三个了。爸爸做的带鱼好吃吗？好吃。爸爸，你小心，我没有挑好的那个鱼又起啊。嗯。真会关心人。好，我们安心吃饭吧，你跟大家再见吧。再见，拜拜，下期再玩。嗯，好。大家你们要好好。什么？好好吃饭，你们要出去玩，你们不要累的想回家。然后想都吃有点困难。你在跟大家说话是吗？嗯，让大家好好吃饭，让大家出去玩不要太累是吗？是的。哦，好，谢谢你，你也赶紧吃饭吧。是啊，没有病毒那才能出去。嗯，我说的。